你干啥呢在这儿啊？啊？拿窗户帘儿，拿窗户帘儿盖好，盖好。关好门儿，那关好那柜子啊，拿什么窗帘这是？挂哪儿呀？挂这儿呀。你们这是干嘛呢？这是我前段时间才洗出来的，你爸要那个啥，换窗帘，说这个窗帘就是该换了，这个太冷了，这房子。爸好厉害哟！这个拿下来也要洗。要洗吗？那肯定洗完再装到刚才这个袋子里。干净了，我洗了洗了。挂完的窗帘你取下来，你不洗啊，你就能放起来。你别看窗帘上面落的全是灰。好吧，你看这个多好，客厅把那客厅那个给关上，客厅都不关，把我花冻死了。哎呀，冻不死啊！这个要暖和一点，这个厚一点。就像一会儿睡觉应该能睡好一点，就不是特别凉了。啊，这个窗帘还可以，就是先凑合着用吧。哟，把你们俩，你看玩的开心的在这儿。玩的开心呢，哎呀，说句心里话，我们家太冷了。上次我说去买那个小太阳吧，那小太阳一个是贵，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卧室哈，放上一个，那个卧室还得放一个，是吧？它又传不到那个卧室去。客厅我们现在有一个电暖气，从早上开到晚上，特别费电，差不多20来天吧。就得100块钱，但是我们也买了那个，就是窗户上封闭的那个东西啊，还是不行。然后那个窗户台上不是有花吗？那个光线又进不来了，花又不行了。你要说挂那个挂式的那个暖气啊，又要在这个墙上打洞啊什么的，哎呀，就损坏地砖啊什么的，反正也是够费劲的。想算了吧，明年的时候我们看看整。不行，整上空调还是怎么弄？夏天、冬天都能用的啊，这种也行。太冷了，真是的。贾兰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去看看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快把他先抱出来啊！抱出来，抱出来，来，米果，出来，妈妈看看。快快快！客厅亮一点。让你玩一会儿，你去干啥去？这我的脸好疼啊！谁让你在那个地方胡玩呢？我不是在你爸床上玩，可得小心。原来我害怕你头别碰上了，现在呢，你脚倒是碰上了。还说我脚丫臭。哦，不臭不臭，哦不臭，宝贝。哎呦，我伤心了，你看看。哎呀，行了，哎呦，快擤个鼻子给，不臭吧？倒不来，倒不去的。鼻涕是热的。一下，一会儿笑一会儿哭。鼻涕是咸的。那个脚不要那个啥啊？走路。对。那我咋走？跳着走。我跳着走，累死我呀我。哎呀，怎么样？哎呀，好好哭，你哭妈妈也心疼啊，知不知道？你哭我也心疼。行了啊，自己干的事情自己在边上娇气，玩好好的玩玩哭开了。好的好的，行。撕破一点皮嘛，没事的，不是，就撕破一点皮啊。别那么娇气啊。妈妈刚看了骨头没事，但是。那个有一点轻了，碰轻了，所以你会很疼，知道吧？骨头没事，脚趾头没事。碰轻了。啊，我也不知道你怎么碰的，到底是在哪？你搞啥高难度动作呢？玩杂技了吗？你在哪？哎，到底咋回事啊？刚才？磕到哪了？磕哪了？磕到那个床帮子上了，好像是。没管他呢，自己那玩的呀。你说是磕到这个棱棱上了？可能是磕到那儿吧，除了那次能挂烂脚，还哪个地方能挂烂脚呢？你是不是刚才一直在这抱着手机看呢？他刚翻跟头来着呢。就翻跟头呢，在这儿。
那脚肯定是啪的上面了，是不是？你陪他在一块玩，你就看着点儿呀。我都陪他在一块了，还咋看着点？哎，你这话不矛盾吗？你既然陪他玩呢，你稍微得注意着点儿，危险动作制止一下嘛。你不能啥都不管呀。你这怨我了，你这是？我咋知道呢？那我不怨你，怨谁？哎呀，这几分钟就能出个幺蛾子。那小子跟这个孩子爸呢，是在那床上玩，那个床的这个不是榻榻米，那个木头边上可能有那个棱棱，可能他一翻嘛，那个脚就卡在那个棱棱上了，把一小层皮给刺来了。还好我刚才看了一下，骨头没事儿，脚的两个脚趾头的骨头没事儿，但是皮烂了，有点淤青。然后刚才拿凉水给他敷了一下，然后用那个碘酒啊擦了一下血。那明儿明天上不了课了是吧？脚是这样了，你过晕了是吧？哦，我明天星期六啊，那刚好嘛，让我休息。啥叫刚好吧你？脚烂了呀，走路都就缺一缺了，你看现在都。是这么个道理，可是你这个话好像配上这个事儿有点不对劲儿吧？还刚好。其实也没事儿，我觉得骨头没事儿。就是皮刺烂了，有那么个一天它干了就好了。哎呦，刚才你看看都叫喊成啥了都。把我吓的呀，是不是特别疼？对，特别疼。骨头疼吗？还是疼？它是里面疼还是外面疼？就是外边那层肉疼。哦。现在疼不疼啊？那就没事。嗯，还是疼。他那个疼的那个，他刚才哭那个样子啊，我以为是他那两个小拇指头那骨头伤着了呢，吓得我。找事儿吧。那还不是你？啥不？你娃娃在旁边，在你跟前，你都不知道看着点儿。你怨我的是？你看他有危险动作，赶快制止呀！你就抱着手机当不存在。他在那玩，我咋治他？咱们治他不玩了。你余光看一下，有危险动作，哎，再不要翻跟头了啊！危险！我靠！翻跟头有啥危险动作呢？那这不是危险出来了？他这死到床帮子上了。你不管死到哪儿，反正就死烂了。你说是不是危险动作？降，你就降。咋了？这是啥？什么？十字军，我跟你讲都施不出来你这句话。大家看这个人啊，就这么犟，就这么跟死没办法说，简直死。反正妈妈和爸爸带孩子就是不一样，以后没给我注意点啊。嗯，我每次他孩子要在他爸的床上玩，每次我都拿枕头啊垫子把那四周围全部堵好，你随便翻去吧，没关系。你不读好不行啊，他毕竟是孩子嘛，是吧？他哪有这个意识来去给你注意这儿注意那儿的呢？好了，亲爱的朋友们，祝大家周末愉快啊！今天给大家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哈，啊，平平淡淡的生活，平平淡淡的幸福，平平淡淡的快乐，平平淡淡的精彩。嗯，好了，那我们下期视频见哦，拜拜。